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现在起来了，看这个雪下的多大，刚刚开始下大，在半个小时之前还没雪呢。本来以为昨天晚上这边会下大，结果昨天晚上也没下，这会儿才刚刚开始。看，我们这会儿带它溜一下，看下雪了是吧？先生，你见过下雪没？这个雪啊，全是这种雪籽儿，你看。但是这种小籽籽儿好多，快上厕所了！你盯着我干啥呀？你是不是吓懵了？老有东西砸你是吧？快上个厕所去，上个厕所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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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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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带他俩上个厕所，然后就出去吃午饭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去吃这个贵州特色。桂花面也是我比较爱吃的一个面。哎呀，昨天我们出去找了一次那个桂花面，没找着，然后最后吃了个小笼包。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家那个豆花面，是之前我四月阿挺肉哥我们一块儿去吃过的一家，就在这附近。我就说走到那个街道好熟悉，所以我们一会儿就去那里去吃。现在他们溜达溜达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往这边走，那边太湿了。我们小香儿现在只要一叫就回来。哎呦，这个雪下的，贝儿，贝儿，这边。贝儿，叫啥呀？你不要老跳。一会儿仙儿发脾气了啊。上厕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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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没上呢。仙儿懵了，下雪站在那儿。他烦不烦？不要上厕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遵义豆花面八年老店。之前肉哥我们之前就在这儿吃过一次，这家还是不错。然后我们进里面点两碗面吃。好了，我们的午餐来了，这样一碗面里面放的这个豆花，跟牛奶一样，特别好看。那这是一个干拌的料汁儿，蘸的料汁儿，把这个面来这一边。还不错，香。豆花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吃饱喝足，还是那一家，还是那个味儿，挺好吃的这个东西。反正我每次来贵州都比较喜欢吃这边的这个豆花面，很香。然后我们现在吃完饭到前面去转一转，看一下找个超市买点东西。哎，你吃这个豆腐不？想吃。嗯，想吃这个豆腐。这是什么豆腐？铁板豆腐。嗯，这个豆腐晚上吃吧，这会吃不下了。晚上吃啊。不是不是吃不下的问题，知道吗？嗯，他那个豆腐是半折耳根的。那也可以让他，哦，他只有一个蘸料是吧？那能不能让他不放折耳根？应该可以吧。哦，我记得卓姐以前买过的。对。我们吃完饭然后来逛超市了，给车里面补充一些生活物资，卷纸、抽纸，还有这些纸最废的就是那两只狗，他们那个要擦脚呀，因为最近都是下雨也比较湿，所以他俩是用最多。然后逛逛超市备一些物资，因为再有一到两天我们就要出发了。好了，我们从外边回来了，刚刚把车门打开，
因为我们差点连续开两天，刚才出去吃饭休息了一会儿，现在车内的温度还有15.1度，不是电还剩多少呀？还有52%的电，就剩一半的电了，还能扛两天。柴能我也开开了。